在电影800的最后啊，有这样一段场景对比，就是1937年满目疮痍的旧上海对2017年繁荣向上的新上海。我当时看这段结尾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不是感动，这倒不是800结尾的这个处理不好，而是这段结尾的对比镜头啊，电影大战宁武皇的表现其实比800更好。因为真正保住上海繁荣的不是国民党部队，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牺牲在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烈士们。1949年4月23号，南京解放。10天之后的5月3号，杭州解放。至此啊，打响向全国进军第一枪的京沪杭战役，也就是渡江战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江南就剩下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没有解放了。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发了电令，要求渡江总监委暂缓进攻上海。军委的命令很明确，既要保证上海能够被完整的解放，又要保证上海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要让战士们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继续保持纪律严明的状态。那么此时此刻，上海内部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在当今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上海。上海这个城市啊，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尤其是清王朝灭亡之后，上海更是历经风雨。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亦或是欧美势力跟日本人，都对这座亚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格外看重。包括我党啊，早在1927年的北伐时期啊，29岁的周总理就率领工人武装打垮了北洋的上海政府。党中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设立在上海的。后来蒋介石为了独霸革命果实，也是在上海这个地方联合青帮头子杜月笙啊，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迫害共产党员。从此以后，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直到22年之后啊，解放军30万大军兵临上海城下，势必要新账旧账一起算。但是上海人民还经得住一场恶战吗？那边是天堂，这边就是地狱。早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呢，上海就已经化成过一片火，死伤无数啊。到了1949年，打不打仗先不说，上海的经济早已经全面崩溃。国民党推行的金圆券改革就是在上海发起的，后来崩盘了，最先倒霉的自然也是上海的老百姓。扛一麻袋金圆券，最后换几根油条啊，在全国的各大城市都不是新鲜事，上海尤为严重。说句不好听的，彼时的金圆券还不如厕纸，是吧？擦屁股都嫌硬。上海的600万老百姓完全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何况国民党还准备在上海做殊死抵抗，蒋介石更是暗中下令，守不住就把上海搬空打烂，绝对不留给共产党。为此，蒋介石还秘密下令杀害了13位活动于上海的民主人士，以及许多中共的地下情报员。当然啊，淞沪会战是为了抗日，上海被打烂了，老百姓是能理解的。但是1949年的解放军呐，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不可能让好端端的一个城市再次被炸成废墟。关于解放军攻城的话题啊，我在结尾结合着锦州、济南和天津三场战役，给大家仔细讲讲其中的道理。回到电影，为了拿下上海，解放军制定了3个攻城的方案：第一，围城；第二，由防守薄弱的苏州河以南直接进攻市区。第三，进攻吴淞口，封闭汤恩伯集团的海上车队通道，和国民党啊决战于上海郊外。那么首先围城肯定是不行的，以国民党在长春的所作所为来看，肯定又会杀民养军，是吧？先抢光老百姓的粮食，然后再把老百姓往城外赶，丢给解放军。大家不要觉得汤恩伯不会这么干啊，此人从人品到带兵都极端拉垮，比长春守将郑洞国啊要差远了。在上海战役开始之前，他的恩师陈仪曾劝说他放下武器起义，结果汤恩伯转手就把恩师出卖了。他的部队在抗战时期更是劫掠百姓，为祸一方啊，跟鬼子没什么两样。中原百姓所谓的水旱塘荒中的汤，指的就是汤恩伯，其他3个都是自然灾害。事实上啊，上海战役开始之前，汤恩伯就下令拆除阵地1公里范围内所有的民房，扫清射界，直接导致了几十万老百姓瞬间无家可归。有谁敢阻拦的呢？就地射杀，其狠毒之心可见一斑呐。何况汤恩伯是背靠大海啊，补给相对容易，没有那么容易被围死。那直接进攻市区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上海啊有20多万国民党军，加上解放军30万人，这50多万人要全在市区决战，肯定会把上海砸烂的。这样就和中央要求的完整解放上海相悖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那解放军收着点打不就行了吗？哎，我
我军能在市区受着打，国民党可不会呀，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进攻吴淞口了。我们看地图，上海的整体呈半岛状，也被黄浦江啊贯穿市区，分为了浦东和浦西，而浦西呢又被苏州河一分为二。北边的吴淞宝山一带是长江和黄浦江的出海口，东边和南面是大海，而吴淞口就是上海最重要的码头。同时吴淞一带也是郊区，有大片的乡镇，人口密度啊相比于市区要小很多。那看完上海的地形图，就会发现要想守住上海，主力部队就要沿着贯穿上海的黄浦江布阵，自然如果要走海路撤退的话，也要顺着黄浦江啊经吴淞口乘船。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上海那么长的海岸线，没了吴淞口，其他地方不能乘船跑路吗？哎，还真不能。海岸线虽长，但是能作为港口的地方很少，原因很简单吧，海边都是有暗礁的，只有暗礁少的地方才能建设港口停船。部队沿着黄浦江这道天然险要撤退，就可以边打边撤。你要是浦西的部队往浦东撤，解放军趁着他过江的时候半渡而击，你怎么还手啊？要知道黄浦江在1949年是没有桥的，所以啊，对于唐一谋来说，丢了吴淞口就会失去海上撤退通道，到时候手里的20万人就是再能打，也会像杜聿明被围在陈官庄一样，慢慢的被耗死。因而汤恩伯的布局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吴淞宝山一带，依托早已修筑好的工事抵挡解放军的进攻，其次在市区布下大部队，准备依托苏州河跟黄浦江节节抵抗，最后以123军守备嘉津到昆山一线，保障上海的外围安全。应该说汤恩伯死守上海是很有把握的。首先上海地势平坦，非常有利于重武器的发挥，国民党的海空军呢，随时可以提供火力支援。而且上海这样的江南地区水网密布啊，看似宽大的平地，其实啊被无数的大小河流分割开了，进攻方是不容易展开的，万一再下个雨，是吧，道路泥泞，会进一步的加大进攻方的难度。其次，汤恩伯手下的20多万大军弹药充足啊，有50多架飞机、20多艘舰艇提供炮火支援，防御工事就更不用说了嘛，上海的每一座大楼都是现成的掩体，在外围郊区呢，更是修筑了4000多个钢筋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啊，其他的壕雷、地沟也是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英美等国还有军舰停留在吴淞口，大量的外国侨民和外交人员依然留在上海。蒋介石就断定啊，只要解放军强攻上海，打死了外国人，就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事件，英美势力是一定会下场参战的。换句话说，蒋介石死守上海的目的之一就是拖英美下水。那看完汤恩伯手里的优势，就会知道解放军有多难了。首先肯定是要避免英美势力参战的。紫石英号事件呢，解放军是站在了舆论高地啊，英国人有气也只能憋着。但是上海不一样，侨民和外交官都是无辜的，这要是被打死了就不好说了。再者，汤恩伯重兵防守，解放军要想完整的接收上海，难度可想而知。苏司令就形容上海战役是瓷器店里打老鼠，谈何容易啊。所以综上因素呢，汤恩伯扬言会死守上海6个月还真不是吹牛的。那依照汤恩伯如此精密的部署，解放军又是怎么做的呢？首先，陈老总邓政委亲自对部队展开进程培训，强调纪律问题。其次，苏司令集中第10、第9兵团分别从西北、西南方向展开前行攻势，最后啊，以拿下浙赣线的二野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应对美英的军事介入。我们刚才提到过，苏司令啊是掘金攻打吴淞口，封闭海上通道的，但其实封海口只是手段，逼迫汤恩伯把市区的部队调出来增援吴淞口才是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解放军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完整的接收上海，其次才是消灭上海守军。汤恩伯何等精明之人呐！他嘴上说要坚守上海6个月，但一出事他跑得比谁都快。如果吴淞口被攻占了，汤恩伯就是想跑也跑不掉了。苏司令啊，就是利用汤恩伯的这个心理，从战略上逼迫他在郊外和三野决战。1949年5月12号，上海战役正式打响。宋世伦司令员率领第九兵团，先后拿下了松江到金山卫一线，随后进攻川陕，兵锋直指高桥。叶飞司令员则率领第10兵团攻占了昆山、太仓，随后向岳普镇进发，直接威胁吴淞口。但是第十兵团在吴淞口外围的岳普镇却碰到了冰弹。防御吴淞的是国民党的52军，这一支部队啊是从辽沈战场上撤出来的，颇具战斗力。汤恩伯鉴于52军是手里少有的精锐，不仅对其进行了装备加强，还派出了海军和空军舰艇提供火力支援。加上吴淞还有大量的永久性工事，因此第十兵团的28、29军呢，在进攻岳普洋行、刘行的时候就遭遇了重大挫折。电影《大战宁武行》的这段坟地遭遇战呢，就是真实发生的。
国民党直接把碉堡修在了坟地里，以假乱真呐、解放军战士本来想摸黑打一波夜袭的，却怎么都没想到啊，看起来阴气沉沉的坟地竟然到处都是地堡。到了白天情况更糟，国民党的坦克、飞机、军舰一起开火，29军好不容易攻占的阵地啊，全被国民党夺了回去。几天打下来，28、29军伤亡高达8000人呐、消灭敌人一个营，自身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轻敌了。消灭敌人一个营，我们自己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两个军伤亡8000人，8000人呐、主要从过江到廊坊，一路上打得太顺手了，难怪底下连顺口溜说什么过江过江不放一枪，追击追击不堪一击，以为大炮一响背起背包就可以进上海了。从过江开始到攻打上海，部队打得太顺了，大家都以为解放上海会跟解放南京一样顺利，因此啊，在作战心态、战前侦察和物资准备上都没做到位，不仅重炮部队没跟上，连爆破使用的炸药包啊都不够。不过这两个呢都是小问题，关键是乐浦没拿下，汤恩伯还向吴淞增兵了，一下就加重了28、29军的负担呐、而反映到汤恩伯这边呢，眼看我军攻击受挫啊，伤亡很大，汤恩伯立刻召开庆功大会，大肆吹嘘战绩。请转告部下，我将以大上海同生死，共存亡。苏司令在看到两个军攻击受挫之后，随即调整战术，命令两个军呢要减缓攻击，不要急，像淮海战役打黄百韬和杜聿明那样啊，采取坑道作业，一个点一个点的敲，同时要做好火力侦察，找到敌人的薄弱点进行重点打击，突破之后再大胆穿插分割歼灭。果然，第十兵团克服轻敌观念之后啊，战局马上逆转。到了5月15号，29军攻入乐浦，17号，28军占领洋行。而另一边的第九兵团呢，则进展得相对顺利。到了15号，已经攻占了川沙，直逼高桥。汤恩伯眼看后路要被封死，赶紧抽调失去部队去增援这两个地方。哎，这不就正好中了我军的计吗？时不我待，三爷果断把重炮全部拉上来，对着国民党的郊区阵地跟海上军舰呐一番狂轰滥炸。到23号下午，第9、第10兵团已经基本拿下了上海的外围，并成功引诱汤恩伯啊把市区的部队调了出来。上海战役已经形成了郊区决战的态势，苏州和以南的市区呢只剩下了5个交警总队。战局至此啊，苏司令也改变了之前只打郊区的战略，转而下达命令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命令全线国国部队提前发起攻击。但要特别重申，进入市区以后一律不许使用炮火和爆破。原来在肃清国民党外围阵地的同时，汤恩伯已经乘船跑到了海上，也就是说汤恩伯已经做好了放弃上海的准备了。他现在命令部队向吴淞口收缩，一方面呢是阻挡解放军封死海口，一方面也是想着把上海的部队能带走的都带走。那他都准备跑了，还说什么干就完了嘛。苏州河以南和浦东很快就被肃清，但是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呢着实不好打，这帮家伙躲在大楼里面居高临下射击啊，很容易就能封死苏州河的水面和桥面。由于上级严令不能使用大炮和炸药包，解放军呢只能用血肉之躯发起冲锋。更要命的是，部分大桥后面还有外国侨民，还不能打，进一步的加大了进攻难度。结果就是冲击苏州河的战士全部倒在了国民党的火力网下，其中就包括渡江第一船的十几名勇士。他们一路打到了上海，却没能看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杀红眼的解放军战士眼看敌人死战不降啊，当即把大炮推了过来，准备一炮干掉这帮混蛋。但是军令如山呐，战士们再怎么恳求开炮，营长都绝不松口。营长，我求求你了，只打两发炮弹。就打两发。而不只是前线，坐镇后方指挥的27军军长聂凤智也很为难。长江都过来了，让苏州河这个小河沟给挡住。北岸高楼连成片，又有桥头堡，水面桥面全让火力给封死了，不用炮只能当火靶子让人家打。在过去啊，解放军大炮很少，战士们用命去冲锋是逼不得已的。华东以南军呢，为此还总结了一份独步天下的夜战打法，这不就是为了缩短和敌人的装备差距吗？到了今天，解放军已经组建了强大的炮兵部队，但是在上海城下却不能用。军长，我想不通，为什么不开炮？不开炮，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军长，咱们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
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无产阶级的生命，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质问啊。而面对这样的抱怨，聂军长也没有办法，只能小以大意，告诉大家上海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旁边的房子里住着你们老婆孩子父母双亲，一颗炮弹落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敢下开炮的命令吗？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明天就是无产阶级的，上海就是我们的家。不一会儿，军部来了几个流浪上海街头的孩子，其中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朋友啊，嘴里竟然叼着子弹。或许啊，他是把这个当成玩具或者吃的了。可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子弹是他们最不应该接触到的。他们现在应该在家里，在学校，而不是灰头土脸的流浪街头。而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所有要求开炮的人都沉默了。眼看正面进攻大小效果不大，聂军长下令趁夜迂回攻击。而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守将刘昌义联系到了解放军，准备起义。原来啊，汤恩伯跑了之后，任命淞沪警备司令陈大进指挥。这个陈大进呢，看势头不对啊，又任命副司令刘昌义指挥啊，自己也坐船跑了。而刘昌义呢，自知不能久守，最终选择了放下武器。5月26号凌晨，我军批准了刘昌义的起义请求，借着刘昌义的防军啊，顺利通过了苏州河。到5月27号，三野将盘踞在上海市区不肯投降的守军全部歼灭，同时攻占高桥和吴淞地区，又将来不及登船逃跑的国民党军呐、一波团灭。至此，上海解放。上海战役历时15天，解放军以伤亡30000多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53000余人。此战，解放军在不使用炮火攻击市区的情况下，保障了上海被完整解放。整个战役期间，上海的水电供应全部正常，工厂、高楼也被全部保存了下来，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解放军入城之后呢，也严格遵守纪律条令，与民秋毫无犯。在营地没有扎好的情况下，宁可睡在大街上，也坚决不入民房。而解放后的上海啊，全力恢复物资生产，为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2400万，它依旧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更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扇窗。东方明珠的美誉啊，享誉中国，享誉亚洲，享誉全世界。打上海的时候啊，我在住在江西路，在市区里面听不到什么枪声。有一天早上啊，我推开窗子一看呢、我第一个感触，蒋介石是回不来了。看完整个上海战役的过程啊，你大概就能理解我开头对800结尾的评价了。解放军用最大的牺牲啊，换来了上海的完整解放，是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功绩。所以真正应该和现代上海做对比的是1949年5月27号解放后的上海。很多人会问，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就保全一个上海，值得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不好评价，因为我没有资格要求解放军不用大炮。我只会给所有参战的英雄竖起大拇指，也会向牺牲在上海的烈士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按照常规打法，解放军呐本不需要强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吴淞和高桥，直接拉上大炮对着防御薄弱的市区打就行了嘛。但是解放军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保全上海为第一要务，最终付出了30000多人的巨大伤亡。参加上海战役的解放军27军235团团长王景坤前辈啊，曾这样回忆说。当时这些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一直觉已经踏上新中国的门槛了。树立在上海市中心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啊，是上海人民对英雄的致敬和怀念。如今74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呢，也早已消失在了中华大地上。再回首往昔，你会发现，当初解放军用命保驾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上海。而是我们中国人居住了5000多年的万里神州。我知道肯定有同学会问，上海不用大炮，那锦州、济南、天津为什么要用呢？那首先大家要明白啊，解放军进攻大城市都会尽量避开居民区、工厂和学校，因为解放军就是为人民而战的嘛。早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呐就提前疏散了四平的老百姓。最后虽然丢了四平，但是解放军已经在尽可能的保护老百姓了。到了1947年6月，解放军三打四平啊，就因为缺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还是伤亡了10000多人。最后四平也没打下来，这直接导致了辽沈战役期间林彪迟迟下不了攻打锦州的决心。
这个时候你再想一下，打锦州打济南不用大炮行吗？难道解放军就活该顶着敌人的炮火冲锋吗？就是用了大炮，解放军都是没有必胜把握的，还得靠全体战士用命去拼啊。有的人又会问，那天津呢？天津是必胜的局面，为什么也要用大炮呢？哎，很简单，因为天津战役不能拖，要真拖个三个月打不下来，那傅作义啊就不可能放下武器，北平也免不了一场血战。难道你希望解放战争的历史上多一个北平战役这样的故事吗？是吧，肯定是不行的。炮打天津是为了促和，是为了整个平津战役能尽快的结束，少打一天仗就会少死一个人。何况天津战役解放军同样避开了居民区和学校，尽可能的保全了天津，要不然天津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会主动站出来给解放军带路吗？这个时候你再看看上海战役，首先上海是必胜的局面，它是渡江战役的收尾阶段，不需要考虑其他战役的进程。其次，国家贫弱啊，新中国太需要各种物资来进行战后重建了，而上海呢有大量的工厂和技术工人，这是全国其他城市没法比的，保下了上海将大大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复苏。我举个例子啊，在抗美援朝期间，上海的各大工厂生产了1000多万双军用胶鞋和几百辆大卡车的猪肉罐头，其他的药品和汽车零部件呢更是数不胜数。我再说句肺腑之言啊，就因为解放军以人民为重保全了上海，才让中国共产党在后来有足够的威望打赢上海的金融大战。老百姓也愿意相信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不是国民党的青年券，是真正的有诚信的货币。所以对于上海战役啊，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对于网上那些侮辱解放军的混账言论呢，怼回去。这里是正义观影，我是王正义，我们下期再见。